请收看《维新世界·易经风水面面观》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大家熬早，咱再起咧啊！继续甲各位讲解风水真经啊！继续讲解这个神庙，咱人拢有一间庙，心内底庙，啊，内心的庙甲外在的庙咧，都、就是咱的厝，咱一间厝嘛庙咧。是安尼出来的，咱会财神、财菩萨啊，咱的供养、咱的祖先呢，这即是庙啊，外在的庙跟内在的庙啊，外在的庙嘛重要，内在的庙更加重要啊。内在庙呢，你需要对外在的庙来建立。外在的庙呢，建立来好些者，你内在的庙你一。定会安详，这个庙的建转，卡死一卡在在，内底的人件都袂利利落落。哈、啊，咱自弘扬这个庙法以来呀，已经245集这样子了。啊，对7月7日开始啊，以来每一天的半点钟，啊，这个好啊，过当过啊深入嘞。把这风水真经的妙法啊，慢慢啊来讲解。风水真经是咱人生命的全部，风水真经呢，嘛是咱整个宇宙的全部。啊，风水真经嘛是咱做事业的全部，日常生活的全部，修心养性的全部啊。风水真经这个妙法，啊，那么有人把这个妙法啊。提来用作修心养性，我要对做事业的，啊，我要做家庭和谐，我要对内在的心灵、身体、病体的，啊，都上风水经啊，哈、啊，咱的身体咧、身心啊，会清灵，都上风水经啊，家内会温馨，结合都上风水经啊，公司事业会兴旺，啊，所以咧，这里。咱风水经传法以来呢，十方的护持，啊，加肯定，那我真正乐意，啊，欢喜，要来将这妙法继续过来弘扬，希望各位大家共同来研究，啊，家家户户平安呢，天下一定太平，家家户户啦平安啦，啊，世间呢，诈欺瞒骗、凶杀的代志都未过发现。啊，所以我希望因为咱这里风水真经的妙法的弘扬，虽然啊，我唔是什么一般的大法师咧，但是我本着讲我知啊，这个妙法咧，也希望将这个妙法了了熟熟讲予各位知。啊，过无几阵咧，过无几工开始咧，哈、啊，咱会来讲解这个风水啊，真经以外咧，易经哈，易经心法入门，易经心法入门。也是各位讲啊，我来读啦，未歹啊，这是十方印的啊，来跟人结缘的。那么我来做印卦，嘛来跟人结缘，嘛是功德一件呢。各位的做印呢，你予人这里得到平安，家来呢得到安和，你的功德非常的大啊。那么那像各位的，那个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目前呢有7000多名的会员呐，每一个100块呢，所交这款呢。啊，来扶持这个啊，这个电视方法呢，啊，会当让大家得到这利益发益的，哎，功德嘛真大，我嘛甲各位赞叹，好事大家做，歹事大家卖做，啊，钱爱开，大家爱开伫正法面顶，咱唔通开伫啊，饮酒、跋筊、无所不列咧，食毒，这咱人生非常无价值。所以咱人啊，伫世间啊，短短几十年中间，咱和往往和这个五官，甲咱相冲滴去。咱秘伫内底，
面对呢，那就现在恁看我裸照伫我生活裤内底，啊，面伫我内底呢，哦，我外面都非微软来做，内底一家己啊，家己无可奈何呢？咱投胎呢是按按外面来甲你创秩序呢？我内底就一尊在在，为什么我互外口食咧创秩序呢？咱想看嘛咧，能冷静想一下。咱人来的世间呐，咱是要做有益社会的，互人找去心安的代志啊！啊，所以咱辛苦咧，有目睭、耳、鼻啊，这毛以外，要喙齿的毛、喙齿。啊，咱拄只我只录音啊的地主啊，这地主咧，啊，伊就泡茶，啊，哦，泡茶米茶咧，啊，伊就紧咧，哦，落落的咧，我就甲讲啊，安尼落落的吼，啊，这泡茶未出味，迄洗茶米，吼，洗茶米水，那么我喙齿嘛去接着个啊，洗茶米水来都无味啊，我咧浸一时啊，才有味，这就喙齿的感觉。所以咱泡茶流行啊，大家恁都会体验到。咱食一顿的菜饭汤，咱嘛是经过喙齿，所以咱这个喙会用到齿咧，包括咱的喙。咱的喙除了讲好话、讲话咧，利益大众以外咧，咱都是要食物件。咱喙食的物件，第一爱有卫生，第二爱清，第三哈，咱所食咧爱感觉食会饱，安尼就好啊。咱不要挑三挑四，你若计较着我应该要食这顿饭呢，你毋知安怎，毋知嫌无啥，你今仔日食这顿饭无目的、无营养，只是腹肚填一个饱一下尔。因为食的物件呢，都互咱安咱的心啊、哦，所以咱的喙齿嘛是毛呢，咱的喙齿嘛毛呢，哦，所以各位爱了解毛。唔是讲干啦，吼、哦，咱看袂掉，妖魔鬼怪都无，事实无，咱都是无啊。喙齿、鼻啊、耳孔、目睭啊、皮肤啊，咱拢有这无对咱身躯边啊。咱啊，食了无好食，呸者，辛辛苦苦，人煮个咧呸掉去啊，无彩。好、哦，那么食食了，哎呦，无好食咧，一个喙乌人骂，乌人念。无采人辛辛苦苦煮的咧，那么咱修较好的功德嘛无啊，所以咱大家咧爱了解真真正正修行的喙齿会当食，存一个感恩；有当食，咱好话就爱来珍惜。喜欢神秘些啊，佛甲咱讲啊。众生平等，众生皆有佛性。啊，上平等啥？咱有目睭，有耳，有鼻，有喙齿，有皮肤，会当感觉。这是众生平等，众生皆有佛性，都有得觉性或者佛性。啊，一尾虫伊嘛有觉性，你一尾虫你甲摸，伊就翘起啊。一只鸟啊，你甲摸，伊就飞起啊，拢有个性。草啊，嘛有个性，你甲烤起来，伊就黏起来，拢有个性。所以众生皆有个性啊，所以众生是平等。哎呦，那么咱人有迄个性平等呢？现在讲到咱的喙齿的个性啊，咱的喙齿啊，好话爱运用。咱的喙齿唔是干咧食饭而已尔，咱的齿甲喙是同一个公司，咱的喙咧，吼，甲齿咧是互相的，啊，这声音的调和是照着咧喙齿，咱爱好啊运用咱的喙齿，莫出喙咧三字经，咱出喙骂人的人是真无道德，三字经骂人的人咧是足无道德的。吼、哦，伊骂人一句咧，已经将伊个福，吼、哦，夺掉一分，两句夺掉两分，无猜咱祖先啊，辛辛苦苦养育咱的，咱这个喙齿啊，运用这喙齿啊，讲出伤害他人的话啊，非常的袂好。啊，尤其咱即摆在食毒的人真济，哈、啊，卖毒的人嘛真济。
咱的食毒咧，会当满足你一时的思想意识的幻想，煞了咧，你所有的病无大条了呀，这是病，这是心病，心病无药医啊。要医心病呢，只有靠宗教的力量来医啊，甲政府严格一个管制才有法度。所以咱人这喙齿啊，嘛是一个魔啊，嘛是一个魔。是安尼一个讲来无呢？咱喙齿因为去食一个毒，你若无食，人就皮皮喘；啊，咱你无食薰，薰若无食呢，人就皮皮喘，脚酸手软，脚无力，手无力，精神无好，这拢是咱的喙齿的魔所引起。那么这魔你赶都赶袂走，你嘛24小时嘛是对身躯边呢，这都是一个魔呢。哦，所以真侪人啊，出去去问神、问东、问西的，哎呦，你身躯是有一个魔，两个魔对调嘞。伊个在问个老师啊，有人讲我身躯一个魔对调嘞，我你五个魔对调嘞，惊者哪有可能？伊甲讲一个，你讲五个，有我这无？无啊，五个魔。哈，这个魔嘞，你得困对你困，食饭对你食饭。啊！你得欢喜对你欢喜，无欢喜对你欢喜，得哭对你哭，对你笑对你笑，反正去变数嘛对你。这五个魔随时对调嘞。那么这五个魔你啊，我都按过了。这五个护法，五步将、五步将，步了到一步，五步将，甲你护在身躯边呢。这功德无量是这五福呢，变成五个福呢。福是这蛮帅的，所以咱的信徒啦，来问我，我的五个魔在身边，我才讲我听呢。福啊是靠的鬼呢，老师谢谢，哦，你破除我心内烦恼，我打几啊年来了，人问甲多一多，我身有一个魔，我因为我查甫的，就讲查甫鬼在身边，啊，那查甫去咧，就讲查甫鬼在身边，啊，查甫去就问查甫鬼在身边。好，我心内一个惊吓，惊吓几啊年。那么我甲伊讲愈一个魔呢，伊说愈会当心内一拍开去。所以魔在哪里？目睭看呢，无介意，心火也起来，心起贪念呢，是魔。耳所听到的，不管你讲我歹话，我操你魔。啊，鼻啊鼻到的，操我好呢。魔啊，厝内底环境卫生歹咧，鼻仔塌咧，未通咧，你着造成遮一寡颠倒梦想，造成一寡大细声啦、灰灰乱来诶代志，你是魔，过来着喙齿诶魔。啊，咱一寡小朋友啊，你们的魔鬼啊，不要让他凸显出来。妈妈煮的饭很好吃，你谢谢妈妈。妈妈煮的菜，妈妈你煮的菜好好吃哦，谢谢你。你哪处处以这个好的方法去想啊，去的观念去做啊，魔永远不会扯上你们，魔不会追上你们。还有小朋友，你们一天电动玩具打不完呐、啊，出去打电动玩具也行啊。你们魔已经跟在身边了啦，你赶也赶不掉，那是你的眼睛的魔。你家 pew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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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响很好听啦，你知道吗？你不听啊，没有打就听得很奇怪。你耳根的魔又跟在身边了，啊，所以咱舌头呢，咱除了要食饭以外呢。多说一些有益于大众的话啊，有益大众的话呢，我们的舌头呢，啊，是一种好难维持生命、食物件的生命。咱一个人往往这喙齿呢，他也动作在食面，咕咕叫呢，好边啊人听着起心烦，好，咱的喙齿嘛是毛，咱的毛扰乱着边啦，所以佛教呢，咱作者大师呢，食饭，这食饭的嘴边必须下面用个钵，慢慢的钵，慢慢的嚼啊，这嘛是一种修行，就不要影响别人，莫影响着别人的心，嘛是一种修行啊。那么一间厝的喙齿在哪里？咱厝的户顶。忙出来，爱有一个护钉，护钉就是咱的喙齿，喙齿呢，你爱有喙齿，
才收会调，气才收会调。咱若无喙舌咧，气收会调。哦，所以咱厝前出两滴啊，嘛是咱的喙舌。哦，两滴啊出去，咱喙舌咧，咱有喉钉嘛，咱的喙舌。那么安尼才收会调。你若无喙舌咧，无喉钉咧，你来闹闹咧。嘴开开咧，那像狗仔咧喘鼻片，牛拖咧喘鼻片，人生都非常的艰苦咯。所以，咱一间厝，咱嘛爱有雨灯，雨灯出来爱有一段距离，安尼咧，才是真真正正一间真正好的厝咧。各位十方圣弟兄。释迦牟尼佛甲咱开始啊，咱的喙舌啊，除了食饭以外，是要用这个喙啊，喙舌啊，来讲出有益大众的话语。啊，咱禅机山先佛是王禅老祖自民国71年，下来天人合一，人心合一，到今日咧，已经16年正正正咯。啊，这中间呢，王禅老祖啊，用这个喙舌咧，那佛经所讲出广长舌相来说法。啊，尤其这几年来极极力咧，啊，用这个喙啊，喙舌咧来说出咱自古以来不传的妙法《风水真经》啊，《风水真经》你看起无啥？就是风水真经，即是咱大宇宙的全部，啊嘛是咱人心甲人心的全部，咱的家庭的全部，咱有开悟者，咱一切一切啊！啊，王禅老祖咧，几个神书啊，我信靠伊供养，来将传的易经甲风水伫世间，啊，甲当来咧，已经正正16年。啊，尤其咧，在这几年来，啊，到处咧，咱去到这道场、台中、后里、三宝寺，新竹、江南咧大梵寺，要咧台北关青拿店、大安路530号第10楼、几楼，即500平，为大安寺，拢是要弘扬妙法。今日是咱迄个大安寺啊，啊，恭请恭迎咧，啊，王禅老祖的圣上神，这个圣尊的日，啊，今日咧啊，真济信北部的十方圣贤大德啊，啊，甲只我只易经班、心法班，甲大安寺的众地主等，啊，千里迢迢咧。走来中部要来迎接王禅老祖大的圣像去台北大安寺诶安坐。未来若是咱北部啊，咱北部诶十方圣贤大德，需要功德会诶来服务诶。好，有啥疑问，你要问咧，会用直接到台北关青拿店啊，即大安路530号第10楼。好，大安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，咱遐毛分会伫遐咧服务，咱有真济地主，或真济地主伫遐咧为国的解说，咱风水真经，甲咱徛家风水的问题啊！啊，希望讲啊，咱咧就这个大家喙舌来讲出解决众生有困难的问题啊！那安尼来咧？即是好好啊，会善用咱的喙舌啊！啊，希望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大家共同扶持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，这个妙法会当予咱的家家户户。啊，希望我运用我这个喙舌啊，会当将这个易经的妙法、甲风水的妙法，会当在台湾天下之间呢，会当个弘扬出来。好，所以大家学易经啊，家家户户好安心啊！大家学易经啊，家来做事会顺心啊！大家学易经啊，修行道上可见证。大家学易经啊，啊，国家社会更太平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的喙舌
爱好啊运用，咱毋好用咱的喙齿用伫挑拨是非，专门讲人的歹话，专门骂人。咱骂人，后摆咱会教；挑拨是非，后摆咱嘛会教。因为我家真济吼信徒囡仔，会教诶，走来找我，我哎嗨啊！你顶世人都骂人，你即世人会教都正常。哦，这是业报啊，业报。哦，这因果业报会现前，毋是未现前。啊！希望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既然父母给咱的喙齿，我相信咱的老爸老母生咱的喙齿，要给咱食饭养身体以外嘞，要给咱做有益大众的方法、理性的好代志。我相信咱的父母嘞，要给咱这个喙齿嘞，讲出利益社会大众的话。那相信呢，咱的嘴，父母咧，甲佛菩萨，希望咱的嘴咧，讲出的话咧，要让十方善信大德有缘的人，互因的生命充满着活力。比如我一个地主赖进南啊，赖老师啊，伊就原来向祥国中老师嘛，较早伫新社吼，伫新社国中伫教的时啊，啊有一个地主刘胜斌。啊，其他一个陈国光两个学生，原来成绩平平的啊。那么啊，我这赖老师赖进南呢，伊就甲这个刘胜敦呢，有一讲，哎呦，某个人啊，你字那么漂亮，进步那么多。那么这位学生呢，开始发觉到家己被尊重，所以认真读了，读到尾啊嘞，台大的三民主义研究所博士班呐，啊，那三民主义研究院啥？你这个伊这个好多大智慧啊，开发出来，因为老师一句话鼓励话。那么我这陈国光这个骨科的医师，原来803医院是顺天医院，啊，天可能是顺天医院的，这骨科足牛的人。那么当时读册啦，老师对伊的鼓励，时时甲鼓励咧，原来成绩普通咧，结果转化出来，囡仔拍拼。建骨科的国防医学院，骨科非常牛的囡仔，所以咱一句话，互人有信心，就运用咱的喙舌来鼓励人。哈、哦，咱的喙舌唔是摕来用批评他人，哦，讲别人的是非，啊、哦，来诽谤他人，无中生有啊。那这种人啊，野心啊，和恶魔已经拔掉了啊。家己要毋知，认为家己真牛，认为家己拢知影哪缺点，无中生有啊！即种人，若继续咧，一定爱负真深的因果，后摆咧爱落入真深的地狱。哦，安尼因果自己是呾，天下间清者自清，罗者自罗啊，善者自善，恶者自恶，个人的因果。老天目睭金金在看，啊，所以一切因果报应自己去承受啊。所以咱做人好啊，运用咱的嘴，咱灵山塔下好修行，无咱这嘴子的毛来甲咱影响的。咱后咱的嘴子呢，做佛的口，佛口说佛法，那安尼咱人生都袂枉费咯，今日只个只段落，祝福各位合家平安，事业顺遂。